针对中大型室内数据中心场景，华为以模块化加智能化的设计理念，将 AI 技术融入数据中心产品，推出全新 Fusion Module 智能微模块，全面提升数据中心的可靠性和可用性。 Fusion Module 智能微模块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式，单个模块集成供电、制冷、监控、机柜、通道和布线系统，缩短安装时间，单个模块7天完成部署，确保业务快速上线。结合业界领先的 AI 技术，华为为 Fusion Module 智能微模块打造智能化的大脑，以爱立方智能特性引领下一代数据中心技术演进。 iPower 智能供配电，供配电全链路可视，告警智能分析，故障快速定位，简化运维。 iColin 智能温控，支持风冷、自然冷却、水冷等多种制冷方式，以 AI 算法对温控系统智能寻优，整体 PUE 降低8%。 iManager 智能营维， SPC 容量可视，优化数据中心资源使用情况，提升资源利用率20%。华为智能微模块，以 AI 构建绿色智能数据中心。